后辈对不起，不是不疼你，真的不愿意又让你哭泣。后辈对不起，不是不疼你，真的不愿意又让你伤心。OK， 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3 2 1亮答案，来叶教亮出来，叶教提供的答案。宝贝对不起，不是不疼你，真的不愿意又让你哭泣。宝贝对不起，不是不疼你，真的不愿意3-0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守住，守住，守住！我不应该瞧不起你们的。当然，最后运气很重要，请出题。刚才说的。一些声音回荡在脑海中，凌乱原本该有的执着，害怕爱瞬间流走，这样的念头我不想说。当你伸出双手，能够。你们两个是无话不聊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是没什么好聊的，没什么好聊的。没错，这是我们的 style。请亮答，请看。哈哈，不会了吧？你们用这种低劣的方式在手提。好，正确答案是。太低劣。哦，对。真的啊，对对对，副歌我们就会了啦。好，各位最后一题，希望你们守住。现在他们只得几分？啊，只得两题呀、啊。好难哦，这一题。那两题，那万一这又不对 ，Pro 扣。看点那个点点跟我们守住的，看你们守住，守住三题了，扣1500，扣1500。好，下面一题 ，Go。那个当做最后一次对你的溺爱。啊，爱什么时候？再一次，好像，等一下，我有感觉，但是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3D摄影棚是全台湾第一个使用 AI 的，有没有？AI 再念一次，我听听看。当做最后一次对你的溺爱。不要再放了，可以了，我准备好了，可以了哦，可以了。3 2 1，我差不多了，好了，来，背叛，哎，哦，一起来演唱背叛。